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天元围棋频道，我是主持人唐丽。我是陈小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现场直播的是2008金立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四轮的一场对局。那么这盘棋呢是由河北金黄刚露队的王雷对阵重庆冷三零队的古力。那么那个陈老师，这个围甲联赛啊，金立手机杯已经今天为止是第四轮了，目前各个队呢也是在各队的主场拉开了这个帷幕。您就说对今年的这个围甲联赛，您有一些自己的怎样的一个看法呢？觉得各个队的就是他们的就是实力会怎样？感觉今年好像要天下大乱的样子。天下大乱，好像没有什么绝对的强队，是吧？但是也没有绝对的弱队，是吗？那么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两队，就是重庆冷三零队和金黄刚构队的一个棋手介绍。欢迎回来。看完两个队伍的介绍呢，我突然发现重庆冷三零队可以说是一个强劲的就是冠军老队伍，那么河北金黄刚构队呢也是聂老带领下的一位一个就是实力非常强的一个队，曾经是前身是贵州卫士队，那么前身是萧山棋队，今年呢是代表了河北。那么今天的第一盘棋呢是古力和王雷，这两位棋手曾经也是队友，可以说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哈，陈老师。非常有趣的，王雷现在向老东家开刀，对，看能不能今天表现一下自己，证明啊，你把我转让出去是一个错。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现场画面，这位就穿白衬衣的就是王雷。王雷最近好像就看上去整个人是成熟不少的，不是小孩的形象。对对对，不是小孩了，因为曾经代表重庆队的时候，刚去的时候都还是很，因为年纪本来也比较小嘛，经过几年的一个历练，现在也成长起来了。这盘棋呢是主将，直战。古力好像身体很好嘛，穿个短袖，有那么热吗？南边嘛，大概温度高一点。看来这盘棋一定非常的激烈激战的。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的进程。这盘棋是王雷执黑古力的白棋。然后是 B 小目无忧角，然后黑棋挂角，白棋加工，三间高甲，这盘是不是比不是特别多？好啊，就是对面好像很结实的感觉，总是想往里走一走，就是加得更紧，哎，加得更紧一点，把这边的效率更高一点。但是不是这样比较从容呢？比较从容，古力要打持久战吗？那好人也打持久战。对，这是反夹。这个。这夹的也挺远的。这边比较从容嘛，他觉得这边有搏棋的空间，所以他故意放白棋一把。白棋实战是飞的。然后黑棋在手的这边。这是要大模样作战了，剩下的如果白棋抢这边，黑棋就。扩张这边，活动这个字，这个地方拖还是很有魅力的。就拖了以后，这个地方就可以整形了。哎，拖了一虎，这个白棋也有点难过。就是拖这个白棋，如果搬，黑棋可以鼓起来。对，你是打吃要失控呢，还是退出去要外面，也很难考，很难选择。所以说，为了防止这个拖，白棋呢就加了一手。
这样多签一路变成好棋了，多签一路它变成多成一点空可以好像啊，是不是被这些尖顶黑棋这个子几乎就是可能会说被残废了呢？嗯，逃起来不见得便宜，就是你这样逃的话，哪怕它就这个你也不见得便宜了，或者就这个你也不见得便宜啊，都很重的样子，两边都脸不上，所以他要看机会才能逃。嗯，然后黑棋实战是挑这个，这招棋有点意思。这个通常好像滚完在大场，要连片的哈。哎，这个连片大场多大呀？往这边来一点吧，再过来一点。反正是要点三三超角的，啊，这个立体阵线还可以嘛，感觉。嗯。这一般的思路，但是他恐怕是不愿意让白棋抢这个，反正是吧？这样非要这个子动出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嗯，怕这个大模样对围。如果你现在再往回拆，啊，这边要被人抢走了。啊，你那个不拆，如果走到这边来，那他会打入或者飞压过来。啊，再打入也可以吧，就战斗吧。或者你说的这个也可以，彻底的大模样作战，然后再哐在这里一震，是吧？对，还挺宏伟的。都是一种想法，但是总觉得这个先战大场啊比较实惠。嗯，是。或许黑棋是不是陈老师他觉得这手棋是两方就是互相就是扩张的一个要点呢？会这么他这个地方大概是要考虑这个子要长出去啊，他长出去以后呢，本身白棋跟虎这个断，那他就可以联络了。联络刚才没这个子，这样怎么也连不上，这样是反而很重。有这个子再联络就变成好形了。白棋如果往外跳的话，这下边有个靠的反击手段啊，黑棋可以趁机腾挪。嗯。大概是这个意思，他有一定的攻击性哈。这个白棋硬一手，白棋硬可不得了，这个要硬的话，那再连偏，再连便宜了吗？这哎，这两个，你看刚才是这样，可以过来一步，最多只能在这儿他过了一步，这个差太多了。嗯，嗯，当然白棋应该不会硬了，就是这一点太大了。对，这个可以说目前来说像类似于几所了，现在嗯，全局第一大场。嗯。但是对这步棋具体的我有点就分头哪个点呢？哎，我觉得这个棋黑棋在这里边已经下了大本钱了。嗯，他的大模样一定是要在这个地方成的，就是要过去一路。我觉得过去一路好一点，你要有心情再继续回上边呢，你这边就窄了一路了。我再拆过来，这个差多了。你这个窄一路啊，这个地方点三三依然还有味道，下来围的差多了。嗯，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如果他从这边逼过来嘛，你刚好有一个差二，哎，差二过去，这个模样，他这招棋现在不对了，这招棋落空了，对，围不起大模样了。嗯，总之稍稍干扰对方一下吧，不要让他走得太顺了。这黑棋从这边过来逼过来的可能性是比这边要大一些。我看他还是要从这边从这边过来，他不从这里逼，他这个全摆走了，这个对不对？嗯，但是。这样那走这个他也是从这里也是从这儿黑棋幅度宽了一路，是这个对白棋将来的作战就有影响。嗯，白棋是拆二，嗯，这个也是常规性的下法。嗯，这棋我也有点想法，就是已经走了这个了，被人占着考点了。嗯，这个我觉得加倍重要了啊，是不是要进去还是跳跳一个吧。我也是温柔一点啊，你也想跳，因为我知道不错，你已经所见略同了，咱们。我知道当拆二的时候吧，黑棋我没有看棋谱，我感觉肯定是要看。肯定是要按进去。对，肯定是要摁进去。我是一摁进去以后，这多拆一路跟小效果更好了，太大了，就是天地之差了。但是跳这个会不会白棋会觉得没有眼位，就是会觉得像讲这个啊，黑棋稳健这样走，白棋再拆过来，这个白棋就算了，这两个交换算正常交换。这个地方还有点，还有味道。哎，这个地方还离风口还早，这样成空比较，我可以容忍。反正你就算你拆二以后还有什么手段，也是要跳，能跳到不错了，是吧？他如果跳黑棋，如果往这边，哎，不让你拆，黑棋可能要反抗，这样白棋就冷静一点，就挣过去啊，把这个空送给你。但是你这边就没有了。嗯。这样转弯取弯式，如果你往回守啊，不管你哪个守了，算你防守吧，再挣过来，彻底的把你的势给消了，再让他这边往这边委屈的走，嗯，这样他控制捞了不少，嗯，但是这是一个持久战啊，白那张牌是白棋的天下，这个一个虚势呢，也还有用的，这样我觉得可能从容一点，嗯，可能比实战从容啊，因为实战这个下法马上就太急了，被黑棋一压住，白棋觉得这个。
布局好像就有点紧迫感。对，好像因为这也是必然的，白棋点也只能挡，然后套压好像也只有挖粘，好像没有别的另外的选择。这个太可怕了啊！对，嗯，就不像刚才差一路啊，你要差一路，这被他摁住还好一点，至少没那么没有那么可怕。可怕，啊、这个就像速度窄多了。嗯，这个白差一路差不起，一出一进，你受不了。所以思路感觉上，第一个要往这边上边先分头一个，限制对方的模样扩张。第二个，既然人家逼过来了，先跳，放弃一点失控，是不是也是一种明快的思路？对，曾经有过。但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在棋盘如果我这样下出来的话，我还是心里比较忐忑。毕竟逼完以后差二的，就是还是占多数，往上跳的还是比较的少。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也比较特殊嘛，因为这个地方黑棋是扩张了一手的，他已经预先埋好一个伏兵在那儿。对。而且话说回来，你说你不拆啊，被人逼过来，你有点忐忑。这要被人压住，你不敢再紧迫了，对，是吧？压力突然一下就陡然剧增。嗯，而且是单方面的压力。注意，黑棋没有本钱的，他什么也没损，他白白的取得一个主动权。对，这个不，那他就很有趣了。对，像这种靠压，我觉得非常就适合推荐给电视机前的棋友。要扩张的时候，这种靠压其实不是很损控啊，也不是要把对方加厚，是为了扩张自己的一个很常用的一个下法。黑棋太舒服了。对。然后白棋只能挖转，白棋没有别的选择，这个地方基本上很痛苦。就是帮着黑棋扩张外势，对，这个说实话，你走了半天也是这几目棋，嗯，人家每多一个，你往那边再走就困难一分。是，这样白棋实际上要不要进来了？但是这边好像还是不太少，对对，飞中了先手，哎，这马上要过国去了呢，很辛苦啊。那么实战这么一打，黑棋一长，逐渐这个口在越来越小，辫子。这招棋客气，客气了。干脆就打过来，人家要压过来吗？你们客气什么？叫压过来吧。什么时候了？哪还有功夫容他喘气呢？这个就不要含蓄的，什么干脆保留这个反打什么手段了。对啊，你不理我，还用一个嘴子把你打回去的。这个要长，再长我再补。这个后太多了，这个。啊。这个你再长一个，对我没什么影响。嗯。能走到总是好的。啊。有没有这种想法？这个很实际，我觉得。啊。你不走，这个本来你是可以断打长出去，断打长，但这一下受不了，但是这一下你受不了啊！这一下打回去以后，这个全有目的，这两个跟谁比试试？连这个飞，这个尖都是绝弦，肯定有魅力，这个是这个头是不能被打摁进去。不能头既然不能被摁进去，我连压就是有道理的。嗯，我现在再回个补棋，我这中间就和单长就不一样。单长后来这两个绝对走不到。那么长是感觉上是长是本手、啊、本手，对，但是有的时候可以求变一下哈，他好像不够灵活、啊、这个该凶的人就狠狠地打上去。嗯，这个时候白棋肯定脱线了，这个时候有人先说这个再补一个，那这么下你能赢吗？这个太缓了。这个应该是电视书上的一种，就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本手战。我经常有这样的布局，那是这样的、他再补一个，防止你从那儿打吃。对，但是这补一个毕竟是缓，比较缓啊，这个要因情况而定。我天哪，这个地方再打扔一个，就正扔一个吧，不得了了，已经这个立体阵势成一半你就要输了，不要说全都成了，太可怕了啊！是，所以没工夫走这个。那么白棋现在当务之急得进来了，从哪儿进呢？敢不敢这样很深入的进去？不怕死你就往里去吧。不用进去，先得胡子现在。哦，刚走了二十几步，你已经要不入虎穴，直接得虎子了。你这个刚开始肯定就有点缓了哈，布局有问题啊。为什么说现在咱们要讨论什么要进入虎穴的问题？太早了。就布局前面已经下到被人下到人家的套路里去了。这子多有用啊，个个都有用。看来这盘棋直白的鼓励刚开始有点不在自个儿的一个状态上，应该我觉得也是黑棋下的好。黑棋下的、黑棋这招棋它有有别有用心，我们说叫别有用心。别有用心，一般的是下在这儿先抢大场的，他故意卖个破绽把大场让给你，然后呢他准知道你要分头啊，那他怎么知道对手会分在这儿呢？这跟对手的脾气有关。你刚才说王雷和古力是队友，对，他太了解这古力了，古力的、落子如飞，
不怎么看的前面那个的啪啪啪啪啪啪像机关枪一样扫过去了，很容易随手啊，这不是好点吗？大家都在坐这儿，你居然不吓唬我，马上吓了那样、啊、等吓完了以后该头疼的时候、哦、已经晚了，人家你看这个外事，所有的子都在外事上，嗯，他已经该后悔了，已经该现在还不后悔，赶快想怎么进去吧。当然题还早，题是题还没结束呢，但是白棋非进不可了、嗯、再不进就这种往里扔已经没有办法收拾了这个。嗯，但这个进进到哪一线上好像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头太硬，而且将来这个打、嗯、好像也很舒服，尽管不是绝对先手吧，是，但是打完你要不理在这个可就受不了了，这个被搜刮的一塌糊涂了，而且确实有一点死活问题、嗯、这黑就没有活，这个打有可能先手、嗯、那比如说黑棋的外势是从这面到这面铺、啊、天盖地，这两个连上就好、哎嗯、所以你不能靠这边来，靠这边来肯定是要撞墙的，嗯，尽量只能往这边靠一靠、啊、这一带最直截了当的取消手段大概就是在这儿、嗯、啊，尖冲，嗯，大概我看这也到极限了，到极限了。哎，如果尖冲黑棋会之后压出来吧，压就跳了，跳那我一加啊，这就算你的了，我虎虎你好意思退吗？这有点不好意思，你退着我再跳进来你有什么了，没剩下什么呀，那就还是得攻，就这样、哎、攻吧，还是要攻，攻的话白棋才在这里跳，这样慢慢给你小堡垒搭起来，威胁着要从这里一个两个再飞进去，你要飞啊，你就是我要知道你手要飞，我要我手已经到这儿了，已经了，我就在想我飞这个你要是活在里头我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哎、这就是攻防的时候要给你留一点悬念，所以说你不敢彻底的这么进攻我啊，你要从这儿比如说手控啊，那我不是可以连上吗、哎、白棋外边就有外势吧，这压过来、哎、压过来很舒服吧，对呀、啊，哎，所以是，对啊，我的思路还可以啊，看来。嗯，因为我当时飞到这儿的时候手有点抖，因为我觉得要是让你回往里头钻的话，我知道你要往下飞，你能不攻吗？那个，你不攻我，你不死心啊！你攻的时候我就给你下赌注了，就是、啊，我就要活到里头去。说实话，这个棋可不是死棋。哎呦，绝对不是死棋，这个棋，我这还可以点呢。这个是。自己还没有活干净，对、啊、下去以后对你也是一种牵制，这样攻黑棋其实也很有压力，万一攻不着什么东西的话，你这个就是开始一个阵势就被白棋给破了，这是一种堵法，堵住法，就是说就真的下到这里、啊、我不是说下到这里白棋就好了，刚才说白棋很难下，现在白棋好了，没那可能是我这个意思，但是我总是要赌胜负，堵在这儿，黑棋除了这个事还有别的招吗？像这个肯定不太对吧，打那个心情好吗？打那个我尝一个心情不好、就是、啊，跳这个这里有问题啊，有一点。看来这一线是应该黑白棋不敢，嗯，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可以选。感觉是胜负，因为什么？你要吃我这种吃法总是没有的，吃这怎么吃的这个？嗯，啊，太遥远了。不吃我的话，我就从这一线，进顺着溜进来，让你这边空小一些。嗯，而且上边还是有味道的，这有点三分，有个火脚的，火脚肯定有，嗯。所以看起来不像想象那么大，但是这招棋呢也是赌胜负的，就是说直接你告诉你啊，我要进来了，嗯、你怎么攻我、啊？实战没有走的这样。对，实战它这个离得有点远，远嗯、有点远，比较稳，这个比较稳健。说实话，比我那个稳。稳健哈，他觉得你黑棋就算我在这儿，你围吧、嗯，我觉得我也能就是。他大概想黑棋这么围，大概他不怕的。我又他往里再跳跳什么之类的，嗯、要是你再围一个，我下面里面再回一个脚，这里还有拖连扳什么等等，很自信啊！这手棋可以显示出鼓励，嗯、但是呢自信，也给人家留下了一个缓冲余地。刚才这个是没有选择的，黑棋必须得走，你得表态，必须得走。你是进攻还是防守？哦、你要这么守控我就算了、啊嗯，你要这么进攻，我就跟你正面作战。嗯，这个他黑棋选择余地大，黑棋可以脱先是吧？他不用守了，啊、他可以进攻。但攻好像这个点让黑棋也不是很好攻，是不是？嗯，要一个攻只能在这里，只能在这里吧？只能在这儿把它割断吗？嗯，很中庸哈，这条棋选的会没有那么急迫。这个走到哪里，说实话都不能说输赢就定了，对，是一种个人的爱好。是，对，黑棋是黑棋不防守要进步、嗯，这个是正确的。但是白棋现在如果走这个呢？这个黑棋在贴，哎，也是一种思路。哎，那就是相当于这贴跳，黑棋是飞不是长的。嗯，飞有飞的好处，但是长也有长的好处。你走这个大概他也是这个、啊、总是要在这儿摆小堡垒了，嗯，还是他是以攻为主，以攻为主，嗯，白棋没有跳，
白棋挑这个，挑这个，我说这个有点力量够大的，力量够大，还有工作就为自己的困难。他顺便说黑棋这个地方步调有点大呀，想了以后还从这儿来。当然是想了，他是有想法呀，他想黑棋走一个单关，他在这儿活了，把这招变成高效的交换。希望你这样的时候，比如说你补一手哈，补个段，比如说在这儿吧，然后我再这么钻或者这么钻。这往外吧，往外，还往里边转，我力量挺大，你力量大了，人家都扔脸好了，可能有危险。那要钻的话，我还把这点刺了再跑吧。太贪心了，心态可以不好。还要舔这个，万一出一段怎么办啊？你这个人，你人家会反击的。不过这首棋确实是也够力量的哈，这种。很凶，把这手棋，把这个子还彻底把后路给你断了。他这个就把黑的逼到一条非攻你不可的路上，啊，要强攻。黑棋本来这个是虚张声势，比如说你往这里什么逃逃之类的，他不见继续要怎么攻，所以这个转到这里，转这边，哎，是用你的硬手。这边有接应了吗？毕竟，哎，你这个往外走的时候，这个靠要小心，靠冲断接一爬出去，嗯，他目数已经大得了，而且这根脚里对伤还看不清。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你要往底下补的话，它这连上全是好棋，所以黑棋这个也是有预定的目标的，它不是要吃棋，但是你这么一说，它就逼着它非要强攻你了。嗯，但是这个心情太坏了，无论走这个，这个好像不太舒服，没这心情。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觉得那些好战的棋手，往往为什么就能把这个棋局导向那种激战呢？是不是就是这种棋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把逼迫对手你必须跟我战？我觉得这个棋呢有点挑衅的意思，挑衅啊，是不是有点挑衅？就勾你的火，嗯，你来吃那个意思啊，也是一种对吧？对方求战的方一种求战的一个姿态，就说。但是这个球战是不是有点过？铁壁啊，刚才说了半天这铁壁，啊，再被人家先动手，这不觉得有点慌吗？或许鼓励自己，觉得哎，我觉得这儿好像是不是那种，他就觉得应该下来这里，以他的那种个性和棋风的话，这是一种风格啊，决胜负。因为我在这儿马上就要早期就要跟你决胜负，嗯，说明也意识到就是单逃不没意思，所以要跟你对应，瞄着这里靠，这里靠。这两个靠是他的伏击点。嗯，实战黑棋是飞，抢手，不攻也没办法，只能攻啊这地方。而且继续往一攻的时候，这儿来一道新的外势。啊，这边再起来一个。他，来一个新的外势，这个打是先手，基本上，嗯，这个地方有可能成大空。嗯，这样呢，他在这边送了一点空目数，但是他从这边能取回来。嗯，白棋逃这个子的时候，有可能把这边送成空，这边也送成空。这个大概是他的打算，看来要以鼓励要玩大龙了，这样子先。正常的逃是这样的逃，黑棋搬，白棋撤，啊，黑棋就是这样，然后这个还是贴过来，黑棋大概就要贴，但贴过来白棋这个是出不去的呀。白棋继续往于这个虎完了这个搬。我这个虎，那我就看这一开花一段虎就硬挡是吧？两个这个掉。这很麻烦，那是个铁头在这儿呢，就是这个方向是往人家头铁头上撞的方向，再长的话这个铁头就彻底出不去了，就是越来越难搬了。这样活棋的时候，嗯，是也许能活，你哪扔就活了，但是这个全是空，这个也全是空，这边有一道新的外势，这个一拆大肠，嗯，麻烦了，这个棋就难下了。所以这个早期胜负手有时候放了第一个胜负手，你这个走完了，第二个胜负手往往就是必然的啊，就是非来不可了。嗯，武林练的好像不是轻功啊，不是轻功，他练的是重拳，让马脚飞这样的，就这一类能看到干掉，让你看不清，他就会让你看不清，你来吃。你要一穿象眼，如果你要是要穿象眼，那我就刺你了哈。其实你一穿象眼，我这刺脸，这儿把这个顶住，这个已经扣风筝了，这边再从这边再捅进来，对，这就一种灵活的轻功思路，轻功，轻功，不和你正面作战是。但是鼓励不是，鼓励绝对不是，鼓励是拿着那个大榔头要直接砸人的那个，从后面硬气功，对，硬的比较硬的这气，确实这地方黑气也是有破绽的，是确实是有破绽，有破绽，但是白气也很危险，危险。这个地方马上就进入了一个双方焦灼的状态，非常有趣，断，这是一种很有观赏性的下法。其实王雷的棋也是一个力气，也力量大。没错，
是不是在重庆队的就是待过的时候，力量好像都得到了无形的提升，受到了加强鼓励的鼓舞。是，你看他这个总天拿大锤子砸对咱们老能赢，我们还能无心砸吧。是。那么这个柳枝之长，然后这一段可以白棋一贴，这个棋不能后退啊，走这个打这个，这一刻就输了，这盘棋就交掉了。投降跟投降差不多，这样跟输棋差不多。为什么不敢开劫啊？输棋劫嘛，他抓两下就抓过去了。盘面上黑棋哪有什么没有劫很要的地方？这个抓了还得了？全是死棋了，这个。对，开不起劫，开不起劫，这个地方这两个字太重，没办法腾挪，所以不能让。这个地方不能这样刹车，这个车也没法刹。你没法刹，推这个也不对，推这人棒街上什么棋也没有。所以说那就。战吧，还是？不过我觉得黑棋这种是搬好像挺强的，搬过了白色的气。不，别的也不能退，这不能退啊！退了退了还怎么下？打穿了，马上这个棋你可以认输了，对不对？只能紧住气。哎，紧住气就是你打吃的时候，它还有掐吃，你这么打吃，它还从这儿反叫，切断彻底切断你这边的退路。嗯，这是一种思路，这个思路就是要一边攻着你，他一边把这边的空围起来。嗯。而且这个时候说实话非战斗不可，我们没有办法，骑虎难下了现在。这个时候你一再挑战吧，这儿挑战了，这儿脱歇了，在这儿挑战，你非战不可，但是这个战斗相当危险。因为这个地方白棋很重现在，如果没有靠断的话还不是很显重，但是靠断以后就觉得好像越发了重了。这个地方没棋下，主要这个棋又不肯虎这一下，虎这个，我这个我一贴还是抱歉也抱歉，我的这破了一滚一下没气，没连气都没有，这么断打之后人家可以跑，这么长下去的时候人家可以说这个气很长，这个地方一扑紧了气，说实话这怎么一虚照，这人都是外事，宽不住几气，有危险，所以不敢这么硬来，但是也不能不来啊，你没法退这地方，没有办法，我从这个退路，这个好像，虽然这个我就接上，就要接上，但是搬了，你敢搬的话呢？也没气，气油太紧，也没气，也没气，这个地方一照一虚照就照死了，等你往这儿跑的时候，人家往那边跑去了，这哪还看得清啊？这个，或者打一个再退这个也可以，也是一种战法。总之，这个要被黑棋先动手，总归白棋难下，太难下。走了，推这个。你再拐着顺着走出去，把棋框出来。这个是你在里边，他在外边。他外边框出气来，你里边框不出气来，就麻烦了。对。但是这说不定也是一种下法。至于哪个好，我们相信鼓励的力量。对，相信鼓励的力量。这个时候已经什么？这什么短兵相接了？已经都是啊，在这儿。在这。没有后退的地方，就这实战白棋其实也差不多，一不做二不休，给你断了。决胜负的态度，这个太强了。因为刚才虎了你不硬嘛，所以我现在干脆在这就断。黑棋下的也很冷静，接上还原法，希望你打对。再长，黑棋再长，等于这样的棋，刚才你虎这个，我接，他接。你从这儿打，你从这儿打人正着，对这个自杀，这个战法，白棋有点觉得含糊。这个虎这个大概好像不太像什么好棋，气太短了，往这里去，先弄不活不行。白棋这么打，高复杂的走，但是这也危险的不得了啊！一接，然后这一打吃，这好像白棋被分割成两块。这个打吃也是准备把这块棋弄活，不打吃还是他这个长了直接下去飞下 去就可以飞下去，长上去这个连扳，飞下去就没法连扳，这个子正好起到这个护断的作用，断不开的，这个对杀说不定还可以，当然前提要先跑这个，你这几个子时机不要被吃了，先压这个，前提要先压这个，然后再来这个，所以黑棋先打一下也很鬼，先把你打中了，下边你下不来了，你这么下来他退再走，他这个活棋眼位也出来了，他有眼位，而且这样呢，吃三的时候，心情更好一点。你已经走动了。我的心在觉得白棋好像很非常紧迫，现在这个局势。这两个要死，一个有点受不了。也可能要被吃一遍。这
道上死了倒也还罢了，但这个不能被吃，有的人吃惊啊，吃惊不能被吃。嗯，我们要看古丽的精彩表演。嗯，这个地方这个靠应该是地站最好、嗯、这个不跑不行，不跑被罩死、嗯、这个什么戏也没有，不用下了。这戏台端，这个是正面决战的态度。我在想这个地方能不能挂这个，挂这个看清了吗？没看清，我就再试探一下。刚我就头，我天哪，你知道你夹不住我，我就冲过去。你真看清楚了，夹不住啊？夹不住、啊。这可是打，这没有贞子吧？没有，我直接贴出来可以。贴，你只能接这个。啊、对对，还封不住。啊。只能在这儿是吧？在这儿，我从这儿打。从这儿撞。啊，对。说不定也是有的。我是因为忘了这个，这儿没断，这儿加强了。嗯。走这个的话，这儿要被有断点。哎，那白棋就要接上是吧？接上了，我再玩这个。那这个呢？它长出去呢？长，其实这我一断，你贞子也不利，那我再飞。断再跟你战斗，这还连扳呢。我现在飞这个。再连扳，再把这边走出点花样来。我吃。吃的已经滚倒了，不怕了。那里边被吃了呀。这还得死干净的，先攻你啊。那我就跑了。也是很乱。很烦，很乱。对。那我觉得，但这个好像这个地方有点不安心。嗯。有点不安心。这个看计算了。他有可能准备把这个弃掉，啊，把这个换取吃这个，他这个倒是可以死的。这三个可以，黑棋可以给的。他只要把这个吃了就可以。啊，搬这个的时候，白棋搬这个。嗯。然后黑棋。这个和弯不可哦，弯。然后攻这个。嗯。往上。开始断打。啊，没有长。这个长要是跑啊，这个不行，这个不能让你吃了。嗯，走这个，然后。你看嘛，现在就是这样子，这个地方被断了，他都压过来了，压过弃子，顶多是弃子，还不见得就是、啊、黑拐呀、啊，因为你这张啊挣不掉啊，挣不掉啊，对这个行，哎，那这个棋能不能先压一下？可能先压有没有死的危险？先压被扳一下看不清是吧？就是这个时候压这个，嗯，先压看不清就得，就这个时候压扳，它有一个扳好像，讨厌断不掉嘛。啊也麻烦，那被搬的话一贴就被贴死了，对，贴死了啊、嗯、还是有点必然性的，看来这一打了一拐，我怎么觉得黑棋好像有点突然一下就觉得、嗯、白棋好像比刚才那个缓和很多，总觉得白棋也可战了，现在嗯可战，但是他也可以弃的，那个他要吃这个，反正这个不能让你再活了，嗯，这边再搬吧，这不让你下来，我已经吃不掉你了，我不能让你再下来了，嗯，总之是很紧迫的棋，嗯、非常凶，双方都下到了极限，现在形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状态。对，胜负是不是就在此一搏？但这个可以蔓延到很多地方、嗯，这样。哪里走坏了就要崩溃的样子。嗯，是。非常紧。现在黑棋搬，白棋搬。然后白棋再贴。这个要贴了，不贴被打死了。对，如果你补这边一打了，嗯、然后这一跳加，就这个棋筋就准备。对，活了不行的，活了没有用的，你要活两边太累了。嗯，只要大吃这个，但是黑棋这么补过来，白棋也有痛苦的地方啊，这不痛苦吗？就觉得黑棋形状还挺舒展哈，这变得很舒展。现在是你一枪我一刀，你这舒展没用，只要要活棋要吃棋，就棋筋好不好都没关系。黑棋敢不敢这个就是了。他要赶这个就是他是好汉啊、把这个再活出来，胆子小点是不是先走这个点方，先把口堵住，啊，就是还防这个穿象牙，嗯，但是这是不是直接有断，这个先手的话这有断没有，打打这个我可以挤这里，嗯，但你哦对可以挤这儿可以就防止一下那个断，但是黑的这个长的先手，哦，是他打两下长这个先手，也不见得。这个地方也是看黑棋怎么动手。嗯，黑棋贴。哦，算贴过来，是吧？对，让第一只才往这边走，这边你反正不好连，这边是软头。我觉得黑棋，我看后面的这个感觉是要上放弃了，就是让你连，然后他走了以后把这个一跳，嗯，然后就算了。对他算了。那黑棋算了。嗯。那这个怎么办啊？
也不见得就是死棋啊，但是他这个不活了，他跑到这儿去了。啊，反正也过了，这棋经也不是棋经了。啊，你就从这儿连过去了，他这就自然放弃就完了。这地方有扳挡打的先手，再戳一个你哪里把你扭断，争取两边活一边。很灵活，这样说不定也是解明了，这样就还是一种思路，逼着你走了好多单关，而且最重要的这几个还在他嘴里，他这块空如果成起来，我看不比这块小吧，对我们毕竟拖一个扭断有很多很多味道，但这里边确保就是真的就是白棋被侵了，这个里边也有棋，这里边也但是花一手棋他该死了，再走一手再花一手，这就可以数，再花手可能三三都不见得活得了了啊，活不活再说了，这边反正不能活了，就要数目了。但现在黑棋可能还来不及补那边吧？黑棋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现在该白棋走。现在该白的。哎，压退飞。对，该白的。白棋这还欠一手棋，不走又被打断了，或者就直接这么冲过来了。对。但是白棋有功夫走这个吗？没功夫，白棋长啊。哎，他站到这边，你气不是很长吗？而且这个地方有咚咚咚一通。对对对，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要点。很有趣，黑棋能不能冲过来呢？黑棋走了这个，翻倒，翻倒，断开黑棋了，断开。然后他，走这个，要突围，黑棋打接，这个、打接，接不紧，他接，打出接上啊！你如果挡住的话，大概是这个吧？看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是不是这个？这个好一些，不要吃我就提。你棋啊，这一气吃了呀？有没有一气吃啊？没有一气吃啊，盖不死。差一点，这一二三，你打到这儿，要不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铺完以后打到这儿，贴过来，我这是这样子嘛？这可以打吃，打吃接上，从这儿这样出来。好像还可以跑，好像还可以跑，好像可以跑，是不是也不是很清楚？保持接上，保持接上，保持接上，再打接上，再接，别被人飞死。飞。天哪，飞我就这样。好、啊，这个打不先手吗？哦，对，这个打先手。那个打人绝仙了。那个被你这么打要，那被人手筋了都硬了。你这么打，哎，没有，冲死了吗？冲过。没有这个地方。有气吃吗？啊，可以。看看气怎么样。扑、哎，这个能扑着吧？真能扑。扑了我一，啊，不用气，哎，可以。来可以入气，哇哈，这个挺精妙的，快一气，你真可以快一气，哇，我这个还不行，我这么妙的一招棋，得了，被飞死了，被飞死了，他两边贴都不行，只有三个，再来看，这很复杂，他尖顶说，我们应该怎么弄啊？看看，这个地方是很关键的一个地方，你是我要花大量的计算，这个是你死我活的变化，他尖顶，他要如果敢挡的话是什么东西？嗯。实战其实就是挡的，还是会退这个吗？是挡的，哎，他就退的，实战也是退的。啊、那他就退这个。你看看实战，现在不敢接这个了吧？接这个接了，断了，那他出头了，出去了。对，就出去了，放白棋出去了。他出头了，这个要死啊！就相当于白棋们用这个长换这块棋的死活换了这个头，看作是。哦，他把这个要退下来了。换了这样一个转换。嗯。其实我觉得黑的是不该让白棋下来呀、啊，就算吃了，如果我不吃这边，我这边补上，我这儿也有空啊。哎，是这个思路。当然说这个飞有问题是吧？我说我来看一下、啊。我也搞不太清这个地方。给他看一看这个。挺乱，突然一下好像就乱了。这个转来转。黑棋有机会的，黑棋实战中是飞的一个。对，黑棋飞。他还不肯压这个，你说其实压这个就是绝仙了。压这个绝仙。他压的话，这个地方必须露着一点，要不讲高效率啊。那下一手就。我们低效率怎么样？就退吧，这个低效率可以吧？如果我补一手，算我死，就算我死了，就算你这被吃了。这回我可以动硬的了吧？怎么样？然后这一跳，这边全是我的空。对，我觉得这个不比那个小。这个也不小，再加一刀，多大的棋啊！你还是连，现在不连就全彻底的杀气。黑棋这个地方还可以再来。黑棋现在还有味道。还可以再来。这个地方，因为虽然你补了一个，它这儿什么靠靠之类的端着，还有味道，这地方。感觉上黑棋可以下的地方很多。所以黑棋可能这样下好一点。实际上那个我是第一感觉，实际上那个下法有点乱，有点乱，有点乱，而且不见得划算。这方吃了，你拿这块空跟那个交换不见得划算。这个长有点大，这个头很重要，就是第三题棋形的一下就对长好，怎么觉得好像这怎么活动不了了，好像没法长气，这边感觉上是很难下。这边这有一个松了一下，感觉上松了一下，突然
实战打这个。嗯，打这个，然后白的一尖，黑棋挡，一退。反正这个被下来的话，哎，挡这个是能不能走这个？走这个。你走得动吗？这？我这样带你就可以了吧？冲着挡住，冲着挡住，有什么棋啊？应该这个好吧？这样冲没用的，这样冲我横着吃。这横着吃你还有变化吗？一点变化没有了。接这个我接这个，比棋这我吃这个。接上。对，我接这个。哎呦，这能出来啊？我退啊，没棋的，冲我挡住，我冲退啊，我不挡，挡也没事吧？挡啊，挡有可能打下来了呗。有没有棋？有棋，有棋，好是有棋、啊。那我打这个好吗？算算，打这个。是，我要把你两个。哦，这两个给不起。不好意思给啊。这两个给不起。不好意思啊，嗯，总之这个可能好一点啊，这个、这个赶紧。好紧凑一些，这个。啊，紧住你气，气也紧住啊！这现在不是杀气的吗？我这一下把你紧住，逼着你撞这个，你只有这一个线索。那我再冲啊。冲就不能倒了吗？那我断了。断哪里？断这个。断啊！我这不一吃已经，嗯。在这个，这上。还有气吗？但我这儿有一段。哪里有一段？看不清。看不清？吃这个。我什么看不清？我看得太清楚了。你把我这个。我还看不清。哦，但我吃这个没用，双料。哎，对呀、啊，双料是没。你哪里有段？你是个妹妹没有，如果你这个没有这个吃的话，这个就断。哎，对，我没有这个吃，被你这一滚包子一断，我那就不行了。就是、啊。我看见了。但这个双料吃好像是没用的。啊、你吃我接受，你什么接那个？这那是应该靠气跟紧紧的劲，好像应该算算啊，好好算算，应该镇不住啊，应该花点时间。如果能顶掉，逼着你只能到那儿去收气的话，这两手去交换可大的不得了，效率高多了。这样黑棋、黑棋这么收住气，好、效率太高了。好像那一飞下面好像也真的活，不是算你活了，算你活了。你这个还要小心，我跳出宽气。嗯。差多了啊，而且这我可以脱先的，这张棋可以放在别的地方啊。对，放到这儿来了。这也是一个胜负的关键的地方。胜负关键啊！实际上好像松了一口气。这张棋啊，有可能一点没看见这张。这个棋有可能啊，就总觉得好像这里白棋扑扑什么棋也挺短的，好像能也能拱得出去。不是你走这个，人家要不理你一样的，人家补一个一样的。嗯，你这张还没紧在人气上呢。嗯，当然对这边好一点。对接、这个体现鼓励的力量，硬要投就这一代看到对方的一个就是鼓励，在对待看到对方的一个棋形的弱点的时候，往往这个地方他的就是那种棋形的感觉非常敏锐，他计算力也强，力量也大。我说实话，这个棋战斗太够悬的，太危险。这现在还半死不活的扔了这么一堆呢、这个已经人家要走对了，直接跟他对杀，不见得他好。还是说他突围的时候他棒，他厉害。对，突围的时候他就什么都看清了，这地方一接，然后这一段。断的时候不能叫吃，叫吃这里倒、对对，把后边吃不行。要吃这个，就吃这个，给他打出去。这打出来了。圆。一接。突围到下这个地方，黑棋气就不对了。全死了，这个是气紧的一塌糊涂的大包子一个。然后黑棋现在只有双。这个都是后卫战，只能自己去防守了。这样的话，好像是不是白棋突然一下，喘过气了？太喘过气了，喘过气来了。刚才是被动打这么一个招架，喘过气来了。现在有可能这几个还是死的啊，这个也被攻得一塌糊涂，他这已经先手脱险了。这里边是不是已经被吃了？还是要再加一刀？再加一刀吧，还加一刀大概是活的。还得再加一刀，这个简单活着。还得再加一刀，那黑棋效率不高。黑棋效率不高，而且吃这个大还是吃这个大，还很轻的。对，你这边已经全要死了。这边把黑棋还脱不开手，所以说这个粘，当初也过分，已经看到这个变化了。他长的时候你别粘了。嗯，我们算了，你就不要硬什么，我会退这个，再退这个就有点勉强。留着这个就是了，我现在我自己总是没问题的，我单冲这个算了。这样比实战好，逼着白棋从这里单关连过去。嗯，这手棋价值太大了。对，再往里飞飞嘛，你知道。对，这个空这个太大，因为它是一手就围好了，那边像实战还得再花一手。所以下棋最怕这个直线思维，干嘛老要追杀人家？你不能缓一缓吗？啊、嗯。
这有一个勾起来就杀不出。您接这个单杆干什么？您要不连回去就算了。你这两手棋不大吗？这两手多大的价值呢？这要跳下来，这要扳着，这要出棋，这有多少棋可下？这多安全啊，这地方，对吧？杀红眼。这单杆接一个被人打穿了，实在不能理解。杀红眼，就杀棋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就杀不住车这样子。哇，这个他这好好的一个赢棋，马上被人突破了，复杂的不得了了。这个不敢说黑棋输了，但是这肯定复杂的不得了了。哎，你沾上以后气全拍出来了。嗯，这个本身根本没气公司，这是一起吃的东西，哪也走不动。走这个被一点，人家反手围攻，这黑棋怎么办？就是、黑棋只有接上啊，可以出吃还要吗？也不正式，要整吃了。嗯，往往熬过最难的时候，就反攻倒窜。嗯。看到希望了，嗯，因为什么？这个宽出气来以后，这几个无疾而终了，这不可能再宽出十气以上来了。这、啊、现在这白的已经十气以上了，嗯，啊，黑棋自己现在还得好算，还要去撞，还要，嗯，这样帮白棋围控又是，哎，很有趣这个棋形，突然之间白棋抓住了机会。看白棋现在。越战越勇，越战越勇啊！这个也要活出去了，那黑的有点糟糕。那这个怎么办？这边放了不管了，黑的。这个就当死棋吧，就叠叠木的准。你看这块死了多少木啊？你来看看。就这块全部所有都算白的了。哦、这边是什么？30目叠。天哪！40目、50目。这个，这我觉得60目，这么到这边来，起码得80多、80-90了。90吧，至少90。至少得80-90了。嗯，这个再活了，黑的就这个黑的这我、哦、差远，那个只要一活，这个主要还被欺负的惨极了，这地方被一千二、嗯、本身就是大场，没露出两个眼睛就谢天谢地了。嗯，这教师也不见得敢要，黑的可能还得就是在这一带弄一个先手，还是赶快来破白的吧，还是吃他吧，还是吃这个比较现实，能不能再拼命把这个吃掉啊？看看实战能不能吃掉啊？走了这个白棋一飞。嗯，可以先长一个，长，然后跳，这地方还需要补棋啊？哇，这地方什么点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一点怎么办？这一点，点这要出过来了，你接哪个？那这非要去？这全是这个后遗症导致的。你看这走的多差，这几个走的，等于这个点还先手，这黑下去以后，这边对杀还看不清。就是，白的一活，黑的可以点控的地方没了。要硬吃，要吃吃棋，这个不是要活棋啊，这个吃棋，把自己的气放出来，不让白棋借用。但是白棋，哎，要不要走这儿啊，陈老师？走这个，然后把这个给他点了，是不是点不到了？一定能点到吗？人这个拖过去还是点过去啊？这个点就很白棋，他不见得全部要活哈，只要他要活啊，他点过去要你气啊，收你气呢，现在在啊。你有几气啊？没几气。就是啊，实在你哪里爱断断嘛，断我就算接一个了。你也没几气吧？你接硬贴过去，这打带就响了，你这下不去啊。但实战他那样吃的话，白棋眼位其实还挺丰富的。大家先打一个，可以，反正一边不要。这个不打白不打，反正打上你也接上，把气给打紧。好了，下不去了。这你爱断什么断什么，断着接这个，断着接这个，累死了这个。这不是一气吃啊，一顶着一气吃了。嗯。估计不行啊！不对，不对，不对，点不到这个。嗯，点不着，因为我还想把他眼位给他点掉。实际上，黑棋冷静的其实是要吃棋，往这个地方定位。白棋什么？这个？嗯，白棋这儿。反正把眼位弄出来了。对，做眼。黑棋有点活，黑棋想想办法。黑棋现在好像没走，没分你也带走。啊，算先是活了。这是什么？在这边还是在吃棋啊？拖哦，拖，这哪上吃棋啊？这个，这个顶着一虎，你不走这个人家小尖，人家要吃你了，呵呵，这个哪能算活棋啊？这个，那是实战这样顶了一虎，明显就活了呀。没办法，这就是没办法。实战这个活的不要太舒服。呵呵，嗯，这叫人在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这个活的太舒服了。
黑棋，黑棋连这都不敢补，补的话是不是先守活？要先守活，这肯定这一只铁眼，这一只铁眼。好像先守活、啊。就算人家后守活又怎么样？我再补一个又怎么？这还要跳下去呢，再一看这个都快不活了，有的。嗯。这个错点啊，这不是眼这地方吗？对吧？这个地方总就不行。总之被活了以后，黑的目是不对。我们说这个不能是死棋、嗯，这个是死棋。我当初看的时候没注意，这个突然一下就被一突破出来，本来是气这几个，嗯，转眼之间连这个全没了，被人席卷而去了，所以这个都不敢硬了，不敢硬了，可怕，嗯，可怕。那现在黑棋当务之急，赶快来这边了吧，看看这边还有一丝希望，但这边必须要战果特别的丰盛才可以。嗯、什么战果？能活了吗？这还有什么战果呢？那也得弥补一下这边的一个损失，胜负手，就胜负手这一带。走这儿，能活了不错了，感觉活不了。老白棋越战越勇，这都是他的权利。然后白的，嗯，出，趁着这个机会把你掩灭了，你不要吃上了。白棋撞进他，走这儿，然后走这儿，凶啊！这边又要杀气了，对，直接下来，防你这个冲断，冲断就跟你这边收气。嗯，这边要崩溃了吗？这不是黑的崩溃了，这个、嗯、对吧？嗯，这边黑的好像不太行，只好冲断。那这一接，白的只要不死就可以了，这一期拼命的搬。这样，哇，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过不去啊，过不过去啊？你没地方接这个，接这个冲这个。黑了现在又另辟新战场。哦，这个怎么太对这个整个？这个要滚吃这里啊！滚吃那我就跳吗？是，人家要跳，在这找线索啊，在这找线索，这时候已经拼命找线索了。嗯。棋好像是要崩的样子。顶住气，你这边别出棋，你这边可以出棋，这边不能跑这个。嗯，你可以有本事，你到底小时候跟他拼拼命，看看。来了，这个，其实我的白棋是不是就这样算了都可以了？不能算。这不是你走不出棋来，现在了。你想把我把这吃了，你就活了；我把这吃了，你这死了，我那活了，输飞了，黑的，是吧？来也。怎么下次赢的时候，就不要再去批评了。接上，这要吃的更多。努力的风格，一定要吃，这要饭吃播，饭轻了全部都吃。是不是从此就有点奇了呢？这地方味道不太好。可以搬。是不是味道有点不太好？对，搬这个。然后挡这个。把这吃干净。嗯。连走两手黑棋还有机会啊，那边连走两手了。接上。嗯。其实我想刚才那样简明的好嘛，就是一点儿。聪明。我会让鼓励好好向你学习，怎么轻轻小小的定型，别老人家锤子要吃人家。这个明显复杂好多啊。嗯。真的，因为这边是主控嘛，就把这边弄安全了就可以了。但是说他计算的清楚。对，看这边到底是不是会出棋。走这儿，小尖，吃了吗？他不要吃这个，他不要吃这边。他要吃这个，这个冲过去，他这个挡比他棋一样，也是赢棋。也是，小尖。黑棋在这个没棋走了。黑棋没棋走了。嗯。是不是上面这来？底气挡住，再扑。啊，那在这跳。白棋出，黑棋硬挡，你就硬来了。白棋传住，传眼。传。防他一气吃。接上。然后这跳。但是黑棋这个是先手呀。黑棋这个先手。啊，这个的话你要补那边。你来吧，黑棋。不吃。还是乱了好多。嗯，还是乱了好多。不如你的简明，还是乱了好多。对，你这个也先手吃掉了。黑棋得的也不少啊，这个目数，你现在吃的这个突然显得不显得那么大。嗯。
我刚才说这边是主控吗？现在这里边先给看清了。这个地方先修掉了。对。他把这个包袱给弃掉了，但弃的是没够大的。准备行了吗？准备行。走。竖下去，乖。不是很，观赏性很强这盘。很有趣。一接。这个地方杀气，黑棋铺以后团。黑棋没几气的，没有几气，这个气不够，这个、肯定不够。这个棋没几气，就说白现在要吃这个。嗯。哎，如果不吃这个，把这边给他弄下去，你活了。来，来，来，快来弄了，没错，来弄了。哦，对，来了，我就不吃你这边。看不清就算了。对，看不清算了。我乖吃。嗯，先手破库。然后接上，你把这个打穿以后吧，这边还得再走棋。马上要做活了。嗯。白先生很饿啊，补到这儿，将来威胁着要包下去的。现在要吃你这边。要吃这块了又。那前面盘黑的吃白的，后面盘白的吃黑的。其实就是一招之差，你把它放出来还得了，都不能让它放出来。不能放出来。哎，死活。放虎归山这地方。放虎归山，还手一口，这里咬下去，这里咬下去。嗯，不能太仁慈了。几不服。不服，然后白的。白棋把这包吃，那这边死了，这块死了，这块死了。这有一个缓气节没有？一气、两气，这个气应该差不多。三气、四气，缓气节。五气，这四气叫吃，这是几气啊？一二，那这个气气不够，气不够。嗯，他这四气提了，他一气。所以说你打这儿有这儿有半只眼，有没有先有半只眼的可能？哎，这还要花一手。这还花一手，对。累。嗯，现在白黑的应该还在，黑的走这儿，对，这都是防御战，白棋活就是了。不等等就打一将，这儿打一将，这都是打将的棋。然后起这个，左沿，跳，接上，活了，嗯，确定应该活了，黑棋断。打吃，提，这还要弯出去。哎，这个是不是也有点机会？他现在有没有机会利用这个先手？这个先手，利用这个，总得想法利用这个先手。但这个气太短了，待会再说。太短，把这个挡掉。走这，打将。嗯。白棋，白棋铺。因为这个地方没气，走这个为冲，一走一走这个是后手底下一路有眼没有，他立这个立先手是摇头节连环节一点，你走这个不是先手，不是先手吗？你要收气走这个，嗯，走硬打下去。哦，连环节，连环节你就是哇，精妙，这样齐了。你提这个，我就提提这个，就是摇头姐。摇头姐。啊，残。那全死了。残。全死了。全死了，这块怎么下？这个棋大概不行。然后是这样，打吃的时候，打吃，然后白棋扑。嗯。黑棋是走这个。白棋是破岩。破岩。下边活不了。粘住，粘上，白棋再加一刀，帮他打这个，帮他打这个，走这个，应该好像就没了。这个死的可是更惨的，这个死的，还有一块半死不活的。这个死了，这个黑的走，就这样就活了，没法下了。啊，魏天现在吃这个已经不够了，这样应该是不够了。不多，这个死了还是太大了。哦，这一片死了。我这个也死了，不是一片，它是两片，两片啊，死了两片，把人家控活了。哎，其实下了半天就输在这一招上，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个硬逃这个子，一段打下去，马上白棋席卷全盘，嗯，一招不慎，满盘结束。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这盘棋，如果杀了倒挺过瘾的，可关系很强。让大家看着很过瘾啊，这棋杀了多少个子啊？这一大块，这一大块，嗯。全是死子。不过长城这盘棋，鼓励刚开始这个布局还是挺
挺让人捏把汗的哈，就让自己下得那么紧张，就是整个局势一开始上来就比较被动性。可能也是鼓励的风格，风格上来就是要跟你热锅战啊，所以他是故意挑衅，很难说他是不是看清楚了，这就看对手的实力。对手如果实力很强，你无理的去挑战，被对手抓住，你也可能一下子翻不过身来。但是对手如果走得不太好，被你力量一卷，局势就变回来了。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要对手下正确的话，那岂不是就是会也不见得，你下正确的话，他有别的招是吗？他有别的招，他回过头来就吃这边这四个了，这样干对不起，你如果这样正确的把它断开了，他吃掉这四个不一定也就不能下，因为他这里边也没死干净。也还有种种说法，就算你再加一招把它吃了，它到脚里再去活什么之类的，也还可能有期限。但是总归是被他下来这个时候不行的，黑的黑的自己崩溃了就松了那一口气，就自己反倒被对方给反咬住了那样。所以说这个棋是很恐怖的要求你始终集中精力，稍微哪一分神老母鸡一晃就变压了，再揉眼睛来不及了。看力量还是非常重要的哈，这盘棋纯粹就是一上来就是在比力量，双方力量太重要了，关键时刻的招还是重要。看来古大力又以力量获得了这个主将的这盘胜利，最终是古力击白，中盘战胜了王雷。那么这盘棋呢，我们就暂时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盘棋。一会儿见。